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汉蒙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非常感谢你们。好的，拉完这一款换塔。OK， 那今天还没17号啦，17号也有维修。我刚刚登录的时候有看到公告嘛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聊天室常常会说什么。九一龙虾，哦，这个九一龙虾的意思是什么东西？就是。地图上都会有一些 BOSS 啊，我还没有去打，但是我看了一下，我大概知道啊。九一指的是它是九一线，哦，你这边可以换线，然后跑到那一线去打，它号召嘛，然后大家就跑过去一起打这样。然后地图上它不会告诉你那个龙虾是什么嘛？其实龙虾它只是一个俗称啦。像有鳄鱼啊、龙虾啊、花啊什么的，一堆一堆什么女王啊，所以龙虾的话应该是有一只很像蝎子的，但是我们这个游戏是这样，就是那个翻译，你网络上找的翻译可能会不太一样。哦，你就地图打开一下，你必须要曾经到过机动机甲，这只机动机甲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啊，有点像龙虾哦。然后这是我刚刚去找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像花的，这个可能是花吧，罗贝拉格，讲错不好意思哦，因为这个我刚刚有去啊，大家已经打完了，然后我就直接开宝箱，没有打也可以开宝箱。然后那个有一个鳄鱼，我刚刚也有找一下。哦，鳄鱼，这个索贝克在这里。那我会把那个坐标附上去啊。这个游戏坐标是这样，就是这边会有一个X 轴跟 Y 轴的坐标。往右的话，这个会负的会越来越少。哦，然后往上的话，这个它会有一个零啊，所以我们往上原本是你们看哦，比如说我们来调到北方好了。有没有什么平原？去平原测一下好了，免得等下掉下去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你要自己找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加人家，但是通常你要组队的时候你过不去，因为队伍都满。他可以拉人啊，队长可以拉人，可以拉你过去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先搞清楚那个坐标嘛。我现在把自己放在北边嘛，然后我们打开地图。你看，当我往北走的时候。我的那个 Y 轴是越来越少的，大家有发现吗？从800、801，然后799，有没有 Y 轴越来越少？我往上走，往下走的话 ，Y 轴会越来越多，跟你平常的 XY 坐标不太一样。然后 X 轴就是正常，你往右的话是越来越多，所以负的越来越少，有没有？我现在往右，哦，你们看这里，我现在往右走，然后往左走，啊，往左走。你们大概知道一下，就 X 轴跟 X 轴是正常增加的话是往右，所以如果你是超过零以上的正数在右边，越小的在左边。那 Y 轴刚好相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 Y 轴会相反。Y 轴你又往上的话越少，对我刚刚奇怪为什么它这个跟我们平常的 XY 坐标意思不太一样。好，往下走 ，Y 越来越多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越上面的话 ，Y 会到负的坐标。就你可以自己找 BOSS 啊，但你要先经过它才会秀出来。你没有经过这个图标是不会秀出来的。那目前 BOSS 有好几只啊，五六只吧，大概五只左右吧，我知道的部分啊。哦，你们来看一下。啊，鳄鱼有没有？有人要打鳄鱼118，求拉，就是希望有人可以拉过去。就是有人在喊嘛，然后帮忙拉一下，他就把你拉过去，你也不用找。哦，一一花重生，求花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先到花这边，好，我先假设它是花，然后长得像花嘛，你就是旁边一定有穿点。我先教大家怎么打 BOSS， 你可以靠人家拉你，你也可以自己找。我刚是自己找啊。就想办法看懂那个坐标嘛。那如果你想要自己研究，就这样了。
默笑就可以了，你不用真的打死他。啊 ，BOSS 就是大概长这样。其实这个 BOSS 就有点像那个原神上面的那些移动术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一些地图的一些 BOSS 啊，也是可以阻断。你看这边没有重生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换线，但是我刚刚有换过，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换。我来看一下，打完了没啊？花打完了没啊？ 一，我们去一一看看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哦。满员了，血，过不去，<笑>过不去，过不去啊，过不去。哦，一不能，四八鳄鱼，那我们去四八，我们先去鳄鱼那边看看好了。哦，鳄鱼在这儿，鳄鱼在这儿，附近没有船点吗？ 这个没有船点，要麻烦，这比较附近，你可能要找一下，这比较远啊，可能从这边过来啦，所以才会有人说要拉嘛，拉比较快。我这个世界的，我刚刚看那个龙虾跟那个鳄鱼都没有人打，我就路过，然后就被他们 K 了一下，都没有人打。 好，我们就直接杀过去吧。103女王，好，就在这儿，也没有说很远呐。大家看到了哈，凶兽沼泽，鳄鱼48，我们去48吧。 他就是申请，然后退出，就是你加入之后，他把你拉过去，然后自己退出吧。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，就有点拉人。那你也可以自己来，<笑>不摸好像也没差，我不知道，我刚完全没打就开宝箱。这个你大概在第3天左右吧，就知道了吧。他怎么没有人在打？他赖波啦。 不是这里吗？我看错了吗？48，看错了。哎、欸，有一个人啦、啊，我这边有人，他还在等人吧？我没有要打，然后只是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况。现在时间已经快12点了，可能人会越来越少吧，不是那么好容易打。蓝公罪就他吧，哎、欸，另外一个人在喊。 这是另外，这个叫白雨雪的不一样，48鳄鱼南宫锥，不知道谁在喊，我在上面啦，他们在上面有没有？他们在上面，大家有看到哈，附近还是很多人，他们在上面引怪哦。 好硬哦！他们大家都在上面有没有？大家都在上面射有没有？这是一个技巧吧，我在想。不然这40级不是那么好打。有人拿双枪哎！跟抓痒一样。 哇，好痛哦！<笑>好痛哦！反正你只要摸一下就可以了。哦，你看上面有一些人。基本上我们这个游戏的等级它有限制，每天会开那个等级上限。今天可能是今天等级上限是多少？36，对，36。
前几天是34，啊，一开始可能还卖30。对，你看33几，大家打这个40几，算是比较舒服一点。822，我现在在48。喂喂喂，喂喂喂，好痛！喂喂喂喂喂，我快死掉了！阿巴跑去哪了？躲起来是不是？臭小子，躲起来！我在这。我在想，这个游戏如果你到那个人比较少，是不是就比较麻烦？人少伺服器，我怕进去了就没有人啦，啊。他不到几排血啦，反正现在已经打到四排血。好，我们闪人吧。有需要打吗？这个七日。哎呦，我死掉了。其实那个任务有没有？有一个要开这种 BOSS 的宝箱啊，修整点复活，直接复活吧。我，就这样死掉了，哦，有点强，哦，被摸一下就死掉了，欸。哦，因为其实我也是在看而已啊，这个叫修整点啊。还没打死吗？哇哦！哇哇哇！哎呦，瞬间移动啊，这家伙！我们是打酱油的。不过还蛮花时间的，我觉得。划算吗？花那么多时间打这个，他还跑来跑去。这个死这么多啊！啊，欸，我们闪人闪人。哎呦，这个人怎么拿大炮，好可爱哦。Hello， 你在干嘛，啊？打酱油。这个一定有那个比较特殊的打法。上面还有人哦。把他破盾啊，那破盾很难打，哎呀，他盾又跑出来，不破盾好难打，哼。喂，没在怕的好不好？死掉死掉啊！哦，好痛！半条血不见，然后血不见。哎呦，那个什么护盾啊，什么防护罩，有那么好玩？喂喂喂喂！好，我死掉。哎，欸，这个是我第一次死掉，这个游戏玩这个游戏第一次死掉，啊，这是怎么跑到这的？
不太一样啊，位置跟上次不太一样。怎么那么远啊？哦，他要绕一圈哦。人家组队要好一点，你就跟人家组队，然后互相拉人吧，死掉就拉过去。不知道死掉了没啊？这里有人哦，哦不是，那是怪，还没死掉。好，快死了，快死了。不要太冲好了，还要死掉。不要重跑一次。阿顿出来了。等那护盾消失吧。我们再上去打一波。我看那个鳄鱼翻身是怎样？好，存在上。哎呦，又，快跑，快跑！哎，怎么突然？哇，这招真的好痛，躲不掉。我的补血太烂了，只补一点点而已。这个世界网根本不可能单吃吧？目前根本不可能单吃啊！好，打死！哎，还没。我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大概十分钟。正常十分钟吧，成就完成。这边有宝箱啊，你可以来开。你可以完美破译啊，可能要消耗这个了，可能吧。反正我有，管他的。拿到这些东西啊，机械什么机械手背碎片，什么数据包什么的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系统吧。这我刚吃的东西嘛，获得经验值10000多而已啊。哦，这些核心啊什么的，精准命中，这个应该是那个意志啊。数据包是不是主要是要来刷这个碎片的？还有目标遗迹可以完成哦。好，这样子大家会玩了吧？如果你还没有来打过 BOSS 的人，就打打看吧。又长大一岁，谁生日啊？西，我已经没15了。背包换一下，你看这个才就加宝石度而已啊，这个。瞬间恢复4000，这个草莓，所以我没有什么食物了，没有，要自己做一下。好，难得这么多人在这里。OK， 那来跑一下主线吧。虽然我经常自己有跑一下，刚刚有跑了一下。
要回到实验室，就是白金岛的部分了哈。白金岛就是上一集不是那个夏佐他们跑掉吗？好像又经过了一连串的主线。反正就是要救他妹妹嘛。我们玩10分钟吧。什么鳄鱼啊，这么难打，难打的要命啊！实验室在那个一个水池下面。哎，有人呢。这个应该是单人副本吧，应该算是单人副本。今天的等级上限36嘛，明天不知道多少，反正我现在33的，战力的话是5759。昨天下线前还不到5000嘛，我今天又加了一些吧。好，刚刚有拿到一些意志吧。应该是有刷到意志吧，刚刚。好，不管，来吧。这个游戏好友好像没什么用，就是这游戏好友不像别的游戏需要去送好友友情纸啊，友情纸好像没什么用。博士，リスクは下がるけど、也没什么任务吧。少しでも希望があるなら、好友的任务。諦めたくありません。妹さんを救えるかどうかだけじゃない。好，这样有兴趣，実験に失敗すれば何が起きるか。我会把坐标附上，但是你们如果要找坐标的话也可以啊，至少自己搜寻一下，在那附近就会看到那个图标，就知道是他了，那个 BOSS。然后你也可以请人家拉你啊，他们就会讲说自己申请自己退出，自身退，我也不晓得，他就拉你过去吧，可能是这样。そう言ってもらえたら安心だわ。では、始めましょう。覚醒プログラムを実行する。还要唤醒那个妹準妹。備はいい。それじゃ、起動。这个是无音战士吗？无音战士也都穿这种紧身衣呀、啊，机甲紧身衣。刚我在想，刚刚打那些 BOSS 的大概有30-40人，40-50人吧，还打这么久。好，我刚刚清一下滑鼠，然后自己跟他讲话。あら、この子本当にせっかちね。博士、どうかしましたか？チャーリーは無事ですよね？彼女の抑圧された人格を呼び覚まそうとしてたの。でも、覚醒プログラムが完全に機能する前に、この子の精神状態がとても不安定になった。それより面倒なのは、私がシステム全体に対する制御権を失いつつあること。彼女の精神が全てをコントロール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。シャーリーがシステムをコントロール。他不会变成最后的 BOSS 吧？大 BOSS 吧？自身ではなく、シャーリーの体内で暴走する人格のことを言ってるの。これ以上悪化するとまずいわ。システムが制御不能になれば、ケイトス島全体が混乱に陥る。这里是那一种个人副本，不能退出，退出就要重来。教えてください。所以我尽量把它玩完。私があなたの精神をシステムにつなげる。あなたはシステムを構築したバーチャル世界でシャーリーを見ただし。あなたの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。それと、ジークがシャーリーを回归。他进入他的意识是不是？打他哦，不会吧？啊，要打他哦！
我的镰刀很强啊，镰刀技能一超强，大家看到吗？6000多伤害。就是我们有一个算是大招吧，技能，就是每个游戏都会有一个技能，比如说我这招是这样的，不怎么强，然后弓箭手就长这样，然后镰刀地板会有火焰。所以抽到 SSR 是重点嘛，这游戏的重点，很多游戏都这样啊，你 SSR 跟 SR 一定差很多。那这个镰刀它的那个攻击范围很大，直接技能一给它收，就平常普攻的大概十倍伤害吧，超过十倍伤害。就是你切换武器的时候，可以直接放个技能 B， 三个技能去切换，切过去切回来这样，三个武器去切换，是分别独立的技能，它的冷却是分别独立的。シャーリーをどこへ連れて行くつもり？我觉得我们像是一个那个stalker， 就是那个尾随跟踪者，人家妹妹想怎样，你关我们什么事？对不对？他们兄妹想怎样，关我们什么事？我是觉得不关我的事啊。那你说那个元神哥哥找妹妹，妹妹找哥哥，那个很合理啊，亲人互找嘛。那这个游戏我觉得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，只是说避难所遇到了，就感觉是别人的事。变成我们是第三者，要介入人家兄妹的感情。あなたの起こした問題よく見なさい。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拿到机械手背、啊？私はロボットアームの暴走を止めて。博士。何が博士？そうね。あな、仕事内容。好，我们被强制赋予任务，大概是这样吧。我们要离开这里。好，这个游戏是这样，就是跳冲冲冲，跳冲冲冲。原神是跳滑翔，跳滑翔，就一个是往下，一个是往前。玩久了就觉得跳冲冲冲好像还不错，可以前后跳，但只能冲刺三次而已，然后可以在空中随便冲刺。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找到这个伊斯雷尔，他是谁？不认识，好，就是一个小矮人。你看博士又要把我们当做奴隶，那个佣人使用，差遣。他去找打火机黑犬。黑犬就是一开始啊，这个可能我没有录啊，有人不知道、啊。反正也是一个小矮人，但是有点坏。真是有点反派的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这边是不是？这里啊，这边有两个任务，黑名单。然后我们这个可以传送。好，那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吧，我自己再来玩了，好不好？就是主线我会自己跑一跑。然后七日的话，没办法，其实是这样，前面三章我没有特地解，就自然而然顺顺都解完。第四章，这个，奈维亚探索路要去领奖励，我们这边就是奈维亚，哦，奈维亚，然后班吉斯在这里，然后我们星岛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第三章区域，第三个区域了，那你就要领这个，哦，领。你要完成吧，以及三个开开啊，或者折月门开开啊，就可以领了，所以那个任务就可以解完了。然后耐力蘑菇是这样，耐力蘑菇就是会增加我们的体力50吧。那耐力蘑菇怎么来？就是一样，完成那个探索路这边有耐力蘑菇，
我们来看班吉斯的，班吉斯的，哇，要到1000耶 ，My God！ 新岛的话965，也就是说你要拼命探索这个世界啊。风景点、折月门、世界探索，才可以拿到这个奈利姆菇。哦，没办法，成就奖励看一下，成就奖励哪边有没有啊？成就奖励也是可以拿到很多资源哦，只是这边感觉都没什么奈利蘑菇啊。哦，都没看到。金壳哦，可以十连抽啦，我每天随便抽抽都有。这个是剧情吧？就是我现在玩到哪边？第三章是不是？这边还有一些没过哎、欸，70%，是这个，这个可能还没有做吧？支线，我是只有玩主线嘛？你看主线这样玩玩，然后两个支线没做，然后这个也是两个，这个也是主线玩玩，支线没做，然后这个第三章我们玩到这边，债务危机，复苏的天使指的就是那个吧？刚刚那个利亚，我就白金岛这边，这是第三章嘛？然后剧情看起来目前有6章，好，6章，啊一样，你可以领一下，没有啊，没有，好，蘑菇，哦，这个蘑菇要注意一下，没办法，就是要花时间探索地图啦。嗯，我来看一下哦，那我们刚刚完成的，今第四章完成的，这都还好啦，这个元气。这个可能就是要去开那个遗迹啊，合成哦，磁力风暴碎片，我差一片，磁力风暴碎片300，不然买下去好了，无所谓。那我们就可以合成，这个可以合成，这样就有。哎，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，磁力风暴。这边有他的技能，带一个电荷的旋风，好像是攻击型的吧？哈，这个东西，好，那就完成了。然后这个要探索嘛？那你蘑菇刚说，然后我今天这个大世界首领宝箱就是你要去打那个 BOSS， 第四章，使用那个芯片来开启，所以我应该是有一些芯片吧？这个啦，这个可以开启啊。这种应该是也是可以开启，但是不一样。反正我这个有15个嘛，有一型、二型，还有这个三型的三种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啊，反正就做任务给的嘛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吧。第四章、第五章载具这个要练到5级，比较辛苦一点，我觉得武器要进阶到1星哦。我看一下怎么弄啊，我自己再弄吧。元气要进阶到1阶，这是第5章嘛，今天开第6章就差很多了。哇，全身装备要加2欸，36级。哦，今天开到36级啊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吧，拓荒笔记。就跟着拓荒笔记做，我还有主线任务，就慢慢的知道这游戏在玩什么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